后要改善。DC 它燃烧会产生一些有毒的物质，所以呢，会让人的身体对人的身体不好。资料，然后把卡片画在纸上，告诉他们这是我们想要收集的卡片，怕他们捐错卡片呢。宣导了他们一些有关于污染，还有要怎么维护这个地球的一些资讯，捐出他们家没有用的 PVC 卡片，要收集起来，避免他们会丢掉。球对于 PVC 的污染的负担少一点，希望大家那个能少用 PVC， 这样才不会对地球造成污染。让大家能了解这个的严重性，让他们多关怀一下地球的环境。